老师好，那接下来我又到维基百科，我们来制作天牛。老师主题给自己打，来，当然先把这个先复制起来。那在这里呢，在左下角这边，在 Notion 的左下 New Page，我点一下哦，打一下有个新的页面又来了。那点这一颗，中间这一颗，可以全画面编辑。我现在编辑的时候可以点这里，哦，Full Page，看见吗？就跳到这里来，来。那就不会中间局限在那里，按右键文字贴上，这是我这个笔记的主题，一样的道理。Add icon 给图示，选一下，我们先随便敲一个好了。那接下来给封面 cover 就是封面，移过来才会出现哦。老师怎么不见了？移到这里来才会出现。好了，时间关系我就不挑了，那注解就不做咯。接下来天牛的介绍，Ctrl C 复制。点在，哎，老师点哪里？请你点这里，OK 吗？来点这里，点一下以后呢，Ctrl V 贴上就好。哦，不要 Ctrl V 贴上，Ctrl V 贴上我们乱七八糟了。在这里呢，应该按右键使用纯文字贴上。哎，消失了，再一次复制起来，按右键使用纯文字贴上，这样才会并排。哦，啊，这请各位先做到这里，制作第二页。